该打电话了吧？啊？该打电话了吧？要不回来吃饭哈？嗯。抓鱼去了，说能抓着吗？也没抓。想一出是一出呗，不到时候儿。小盒子，笨鸡蛋，我们回来了，走不满满，饿呀，饿呀，你还有你吃饱啊？饿呀，哎，冬瓜汤。我哥他给我整个一鱼四吃够了。嗯，我真给你找着，我跟你说。是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韭菜盒子金黄金黄的，是金黄的哈。嗯，你看，不有一个饿呀？是啊，饿呀。把这小盒子烙上来。哎，哎呀，焦黄小嘎巴。哎。嗯，不知道啊，我也打一打，这车放外头。进，给你桶。哎呀，我放这个冰箱了啊。在外面呢，在外面接。我说不让马太太回来那么早，他不听啊。哎呀，都着急，这家伙急的都不行了都。又来麻烦人家打水啊！这个干什么？那是那个吧？两套盖子。别拿那个。不对，不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个不大。麻烦老太太还用两天了，用好几天了。一个人，他吃饱了。俺这俩，我说你别回来，不听。咋的？我把的。没事，你转一转。啊，真的这样式。你转你的，我在后头摁着去。费劲了，我这我推不动都，知道它打滑。你注意啊，喝点水，没事，我就上水节了。我不喜欢。你没穿这鞋呀？没有。